让谁给你拿钱呢？你说的、啊、那个。我现在就是不认得，全是讲话小伙子，他们说话的还是心里邪乎乎的。我想让你给我们，你现在要我心里邪乎乎，你给我们一个改变的机会。我们你做了，我们之前是吧？那你要我是个在这个山上的靠绕啊？我想问下子啊，你总该给人一个改变的机会。我隔离改变的机会，那个给我活命一条啊！他们当初决定用那个垃圾车装肉，你们是没想？不是，不是我们决定。好。我工作人员错了，首先第一个，哪个决定的？这，你是徐局是不是？徐局，我跟你这样说，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出在哪里？出在商务局，他派车子派的不对。第二个，超市选择用垃圾车给我们送货，超市的问题最大，这个超市有可能交费交了钱的。第三个，你说是介绍货物的时候看到是垃圾车，你居然就介绍了，嘛，这就是素质人，没长眼睛。你提的这个意见我们都啊，好吧？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个？你以为我是不晓得这个事情是哪些人负责任？因为我是来找社区的歪。社区在这个里头占20%，但是你社区是保障居民的，看到垃圾车给居民拖走，你既然不拘留还拖回来，想去民？我首先问你，你买了这个肉吗？你骑了吗？啊？俺敢骑，他不骑，我能骑。还有，我再问你一件事情。我们小区22号我才进去，23号才开始抗高，这已经发生几天了。这第一、第二，我们小区幼儿园门口40块钱两把菜台的菜，是哪个帮你来卖的？你敢说社区没有收钱？社区是没。对，这个话说的很。社区是没人收钱。我很赞成，你放心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人的微信我有，现在他还在给我收钱。社区里面，他现在给我收的才3.5块一斤，给我收的16块钱。社区里面哪个收钱，或者说把。哪里嘛两毛才是40块钱是吗？我问你两毛才40块，你要收钱去没得？小伙子，慢点说，这个地方发的理由能慢点说。你是真不打了身上肉不晓得疼？我跟你对，不要给我打官腔，我告诉你，政府的人我接触的多了。我是不是修容跟杨哥你们这么级别？别这样说，我接触的人级别比你高多了。那是的，我们肯定够不上你，够不上他的。你过来跟你看看人，我来这个你也给我的拍照，我知道。你也给我们一个改错的机会。你们压起了，你真的是没得人是吧？给我们一个改错的机会，好吧？给一个改错的机会。给你看着我在人民大会堂上来，我给你看着。不是，我不看，我相信你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大牛，是我打的。垃圾车的嘛，错了。今天就是没得一个人过来，我也要来。是山上的，我也看你们。